我起来，我只觉得我很爱柔剧所，七年都不会变。所以麻醉会让人讲这些话吗？就是会有另外一个人格啊。可是我没有，我在床上躺在这，我就啊。这么猛烈的告白真的是来得措手不及，焦凡凡在 YouTube 分享自己做鼻中隔手术的经验，却意外不停放闪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会完完全全失忆的状态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做舒眠麻醉嘛，然后起床以后呢，我鼻子就是塞住的，那一个礼拜后就可以畅通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问我刚说什么，我会自己来。哎，你刚刚说的。你这次有没有按到录影？有。我说我鼻子还没有开始去动手术，我已经觉得很痛嘞。你是不是很久没戴眼镜？嗯。那你这样还痛？不会。就这样。嗯。而且我们待会手术很快就结束了。那刚才酒不能喝啦，你还是以为是好奇怪。酒就给别人喝，痊愈再喝。哦，哎，讲话有一点。你开始了吗？我怎么有点晕啊？啊？差不多要死。你开始了？直接开始啊，不然我们。你开始了？我开始。那你就慢慢吸气，可以吗？啊。慢慢吸气，慢慢吐气哦。哎呦，好舒服啊！什么？来，舒服哎，舒服吗？哎，我觉得好好玩了。咱们深呼吸好吗？吸大口 ，Hello。深呼吸，睡着了。Hello。你很美呀。我们枕头睡好哈。怎么突然？你刚刚没有问我的日出，你超快，完全措手不及。因为还会肚子饿吗？没有，我起来我只觉得我很爱柔剧所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七年都不会变。他在来的路上。所以麻醉会让人讲这些话吗？就是会有另外一个人格啊。可是我没有，我在床就躺在这，我就啊，柔剧所。我很想你啊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才出去不到一个小时。对啊，超快的。哎，我刚刚应该顺便整形的。哈，你没什么好整的，你要整什么？整一点点鼻子，反正就跟别人说我是鼻中隔弯曲手术。你说跟那个谁一样吗？不是。我没这样子，我没这样子。他去做鼻中隔弯曲手术，那我鼻子变挺了。偷偷的，他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偷偷做鼻子手术？”我说：“我觉得我鼻子挺，我只是要减肥。”